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？来，儿子，这什么情况？心怎么了？他的父亲就是我。你就是明总监的儿子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真可爱，是不是不记得林阿姨了？我不认识你。我是你妈咪的同事呀。回来。你妈咪没说这样很不礼貌吗？你太疼我了，妈咪。 是陪一下包子，晨晨。妈咪，林旭月，你干嘛？妈咪，这个瓜姨她弄疼我了。弄你哪儿了？这是你的孩子啊？都这么大了，真没看出来。高主席啊，这你就不了解了吧？ 我们闵总监可是事业家庭两不误，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事业也是风生水起。我们整个滨城科技圈像他这样的可找不出第二个。那女的谁呀？的确，担心妈妈。很少的人，很辛苦，很不容易啊，值得尊敬啊。那当然，别的担心妈妈就算离了婚，孩子的爸爸也能帮帮忙。我们闵总监就惨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都不知道爸爸是谁呢。 林希月，你有毛病吧？需不需要我帮你醒醒酒啊？嗯，我说错了吗？我刚才哪句不是实话呀？糟了，闵总监不会告我诽谤吧？也不知道闵总监会不会解释。可能啊，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，就是连吃饭他都拒绝了，说不定是欲擒故纵呢。闵总监，您就说说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 关于闵总监的私人话题呢？谁说闵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？来，儿子，这什么情况？心怎么了？不是，他的父亲就是我。心情，早就和你说了，这种事情不需要再替我隐瞒。 你和儿子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。林总监似乎对别人的私事特别感兴趣，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这就是我不投资你们观潮的原因之一，不喜欢与小人为伍。打扰诸位的雅兴了，不过时间到了，我要和敏慧。 带儿子回去睡觉了，诸位请便。